越来越多大陆品牌手机，像是华为、小米还有酷派等等，陆陆续续进军到台湾市场了。除了主打低价位的款式，现在更推出高规格的手机，直逼其他的大厂牌。不过现在就有通讯业者表示了，大陆手机因为传出资安的问题，不见得每一位民众都买单。大陆手机进军台湾市场，比规格也比价格，小米红米已经让很多学生趋之若鹜，现在又有一个新品牌也放话要抢攻台湾市场。面对小米的竞争，面对 HTC 三星的低价手机的竞争，我们酷派大神 F2 非常有信心。为了和 iPhone 与 HTC 做出市场区隔，推出使用方便、号称第一款四 G 双卡双待的功能，加上 5.5 寸大萤幕和8核心处理器，却只要台币不到6000元，等于是台湾品牌大厂将近一半的价格。会。会为什么？因为经济实惠，然后功能又多。不会。因为。怕它爆炸。但是从今年第三季台湾智慧型手机的市占率来看，华硕以 Zenfone 旗下三星和宏达电成为第一名，苹果也只抢到第五，大陆的小米机只占到第六名，要打下台湾市场其实并不容易。像这种大陆的品牌手机，他们主要做那种低单价，主要都是要打一些像知名厂商，像 HTC 或像 Samsung。大陆手机来势汹汹，放话想要抢下台湾手机市占率的5%，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。记者陈时烈、陆颖毅台北报道。